知道怎么感受，我们心里有感觉，我们也知道怎么做，但是我们通常都没有那个实践的力量，或者是就是没有人想要帮我们。你觉得 DFC 一开始的时候有人理我吗？没有啊。但是你要不要做下去？除非你先开始，除非你愿意去改变些什么，你在等的人是你自己哦。今天的活动叫做同心创意行动节。孩子约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孔子约、老子约、孟子约，但是这次要把机会让给孩子。DFC 的精神就是 I can， 让各个不同的孩子们，他们可以知道说，原来自己是有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。